觉得女人很聪明，但是聪明不要用错地方，真的不要害自己。你应该把最棒的能量加到自己身上，然后发射出去，而不是用那个最棒的能量放在那个大炮口，然后对准自己一直轰炸自己，那太辛苦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把这个最棒的能量就是散发出去。做拍摄，而且呢，金的团队精神非常好，导演也非常好，还有整个摄影师啊、灯光师都给我打得美美、漂漂亮亮的，很开心。今天凌晨一点钟就起床了，然后三点到了台北县贡寮乡拍摄 TBC。那其实我一开始非常非常的担心今天的天气会不好，因为前阵子一直都是寒流又下雨的。可是我觉得老天爷真的很保佑我，然后你看今天的天气明媚风光，多好啊！而且呢，我基本上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我真的非常幸运，因为代言黛珂，我使用了黛珂的保养品之后，我的肌肤还有我的整个气色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真的黛珂可以带给女人更多的自信和美丽哦。用美丽健康的心态来看自己，用美丽健康的心态来看美，自信的女人最美丽。这是我第一次为我很喜欢的品牌黛珂代言，然后心情当然真的非常非常开心，因为我的肤质是属于比较敏感的皮肤，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黛珂的爱用者，所以这一次对我来讲算是美梦成真。其实我觉得自信美对于我而言就是跟自己可以非常自在的相处，而且很真心喜欢自己的模样。特别是女生的一个人的旅行，它就是一个让你学习如何跟自己自在相处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保湿美容液，我觉得是每一个女孩，不论你几岁，你的保养品桌上一定要有的一瓶法宝。因为我觉得保湿是皮肤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工作，所以保湿美容液我自己啊，除了每天日常保养之外，你在皮肤可能比较疲劳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有晒到太阳、吹到风，保湿美容液都可以很快速的让皮肤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得到很好的修复。跟这个导演已经合作很多次了，那我知道他们其实要求非常的唯美，所以其实每次拍黛珂就是很放心的知道说你拍出来的结果是非常非常美。我自己觉得自信美就是要很相信自己，那这种相信自己绝对还是经过经年累月的累积。我想在这个新的时代，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更相信自己，你应该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我觉得其实黛珂
独具慧眼，因为其实他们大概了解女人的美不是只有一种，也不是只有皮相的美。那你对自己有自信，而且像我们可能这个五官哦都不是标准之上的，但是我觉得用了黛珂之后，就会让你觉得说，哎，光看皮肤就觉得这个人是气色非常好。其实我觉得女人只要懂得好好宠爱自己，然后你相信自己是很好的，那我觉得你一切就会让人家感觉看起来很舒服，而且很好相处，而且很有自信，这点很重要。